哈喽，曼谷卖楼一二三，好少见到我着得咁市正咧。咁今日系几市正嘅，因为今日咧好开心嚟到 All Inspire 咧，喺香港嘅一场嘅记者招待会啦。咁亦都好高兴咧喺 All Inspire 呢个记者招待会入边咧，同佢嘅创办人啦啊 CEO 咧一齐啊交流过，认识咗咧而家新一代喺曼谷嘅发展商咧点样去睇啊房地产未来嘅发展。咁今日咧好高兴啦，即系特别去学咗一样嘢，就系咩咧？原来 All Inspire 咧喺过去佢专心一意咧，就系为泰国、为曼谷一班嘅后生仔一班上车族咧，去预备一啲咧 affordable budget 嘅靓仔，但系唔贵嘅上车盘咧，等佢哋可以咧成家立业。咁呢样嘢咧，真系我自己觉得有啲感动，因为我觉得一个发展商咧，唔单单要系搵钱啦，佢仲应该有社关嘅concern。 咁我覺得 All Inspire 呢方面咧係做得好好嘅。咁啱啱又聽到佢講到好多關於佢哋將智能家居啦，好多新嘅智能科技咧 apply 咗喺未來 Excel 嘅項目入邊咧。咁呢啲嘢我覺得咧，對我哋作為投資者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嘅附加值，因為品牌喺當地嘅形象好，出租嘅市場自然亦都會再廣泛啲，佢擺多啲嘅增值項目內容去咧，對我哋嘅租金回報咧，亦都會更加理想嘅。咁希望有機會咧，可以同大家介紹多啲關於 All Inspire 旗下嘅項目，咁你就可以留意一下嚟緊呢個星期日。嚟緊呢個星期日6月24日咧，我哋會為 All Inspire 一系列嘅項目去做一啲嘅簡單嘅分享會嘅，咁有機會禮拜日同大家見面啦。